在2020年6月21号当天下午4:16的时候，在我们台东池上一路到成功一带呢，都会发生这个日环食的事件。日环食在遮蔽的范围大概有太阳面积的98%左右，食圣的时候会非常像这个光，这个光环会非常像这个圣人头上后方的这个光环，所以我们把它命名叫做圣人光环。环食的发生呢，或是全食的发生，是由于月球在太阳跟地球的中间，将太阳光做一个遮蔽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少的部分，从零开始慢慢一直增加，所以它的整个过程呢，从初食到食圣呢，大概要花大概1.5小时左右。日全食呢，在台湾的发生，甚至它只是会在一个范围里面被看到。大波池呢，大概是整个日环食约莫是最难得的地方。再往南下去呢，大概能够看到的就是偏食了，不会看到这个所谓的环食的情况，那是非常难得一见。我们台湾地区大家看到日全食呢的时候呢，大概是50年后了。那如果要有这种环食的情况呢，大概约莫要200年以后才能够再重新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所以对于台东地区，乃至于整个台湾地区呢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天文现象。天文的同好呢，就是他们会去跨洋去追逐这样的一个事件。可以理解到，就是说在6月21号的时候呢，大概会有很多台湾以外的天文爱好者呢，也会涌进台湾这个地方，特别是涌进池上这个地方，他们会一起来目睹这一个特别的天文现象。天文奇景日环